哎、欸，你可以跟他换地图哦，不要忘记。他地图看不懂，他地图也看不懂啊。一种令人鼻酸。没有，我教你怎么看。你等下拿那个地图到冈山设计的下面，我们一起来看图啊，看图说故事。你们刚刚从死掉的时候有用重生石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你要重走哦。阿伯，你那个已经好走了啦，我要从头走到尾要走5分钟哎、欸。哦，好远哦，我也是要从头走到尾哎、欸。对吗？我们在冈山设计会合哦。对，冈山设计。我连我在哪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连对啊，我已经莫名其妙走到人族里面了。冈山设计。我再也不相信聊天室的观众所说的话了。聊天室观众话能够信，大便都可以吃了。拿着这个才不会迷路，拿着这个才会迷路吧？真的，看地图我看不。我到了，我到了。那、啊、你们在哪里？我刚从奈何桥出来啊！来来来，对，这边有东西可以拿，你们过来拿。你又要骗我？我刚我骗你干嘛、啊欸？不会骗。小 N 已经死掉了。我不是小 N 呐、啊。什么啦？有我的问题。我不是小 N 桃。小 N 哪里？这边这边。我觉得你在骗我。我没有骗你啦。头痛中。欸、你看这边有个爱心。我乱走在深山里面，看到一堆房子，里面都没东西。走错地方，走错地方了。走到别的地方，哎、欸，往人族皇城嘛，我刚才到人族峡谷去。耶、嗯， yeah, 我到皇城了。好啦，走错了。你到底会不会？不是这一件，我那时候封测完的哦，多久了？我觉得你在骗我。我没骗你啦。好啦，哎、欸，不要看地图吗？我教你怎么看。啊，你不要带我拿东西。我们要在哪里会？待会在哪？冈山设计一下。冈山设计在哪？你把地图打开，来来来，打开了。现在不相信你。欸、对，然后你现在面对这边，凤花楼。面对国王那边。好。然后那边就是北边，所以你现在看到地图有没有？嗯。往后的话就是有个十字，对，大十字。好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去那个地图上爱心的那个地方。好。好，走，我带你去爱心。观众叫我们去凤花楼拿银票，凤花楼银票很多、哦，不能拿吧呀，银票哎、欸，拿了你就要死，我跟你讲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好像我过去、欸，会啦。你会不会看到我现在在皇城里面跑？我看到前面有可怕的人跟 Red。小燕，你换好了没？等一下，我刚从奈何桥走出来。我说你换完了吗？我看到猫乐了。我现在还要再去换啊。那猫乐跟小黄，你们先去换吧，然后我带瑞德去买东西。那猫乐，我跟你走好了。要去换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要换什么、啊。没有，你们去皇城里面看就知道了。对，找 NPC， 找 NPC。好，那猫乐我跟着你。对，这边。有没有看到吗？你换地图吗？我换啊。对，然后往这边走。哦，应该是这个地方吧？这个村庄就只有5个活人在那边走来走去，太惨了。有啦，还是有其他人啦、啊。哪里啊？哇，你看这边有很多商店可以，有些商店你看有卖东西啊。这边，他那时候驿站的话可以去买马。哇，青楼哎。对，你要去青楼，我带你去。好啊，走啊。你看到吗？你看青楼很漂亮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美女吗？有。解完那个主线新手任务，你可以跟他讲话。再听你们。他要付钱吗？大贵！你这副尊龙还敢来凤花楼啊？旁边这边，你要拿这里。黑熊。拿哪里？这里。猪大贵，女侠劳命啊！对的，你来这边看，来这边看。这边有东西。黑。你有看到吗？你对他讲话，讲话。小黄在哪里？我在猫的这边，但是我现在这边卡点。他不能讲话。他已经昏迷，他已经昏迷了。怎么记得后面有箱子？那个然后就堵起来了。里面没有。哪里啊？这边。怎么进个青楼，像走迷宫一样？东侧是面对皇宫还是背向皇宫啊？东侧。那你可以跟，你可以跟那个凤娘有没有？跟凤娘来去。换服务介绍，他会跟你讲说花多少钱可以干嘛？3块钱可以。对，美丽的姑娘一宿只要3元宝，可是我只有金币。要不要上？你要？你看这边有美丽的姑娘哎、欸。
长得都方块脸，你跟我说美丽的姑娘。你看他成熟人参好多根哎，价格好，有没有？一根人参换两个金元宝。凤阳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么阳刷。哦，猫在这边追追追，哪里？价格好。有箱子。哪里？在这里。哦。对对，这边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追啊我！再上去就是小姐们的房间。妈的也死了，幸好我这边卡点，所以我没有过去。太难过了。厢房，嗯，你觉得我会被打哎、欸？不会啦，真的吗？我看一下。啊、哦，卡点，讨厌。哇哦！No！ 是啊。啊！我要分种族去了。没有，奇怪。太爽了，耶！这样而已，有必要这样吗？这很惨哎、欸，重生时。你是说看看不用钱啊？这位小姐很适合你。Double， 有人说 Double Kill。Double Kill。猫乐跟那个Red一起同一个时间死掉。Double Kill。为什么？有人说银票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哎，他刚才一朵花哎、欸。重生石，可是我没有重生石。凤花龙。到底要去哪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是哪里？我只能重来，好可怜、喔。那是神族主线啊，你就直接到那个底就好了。这朵花是不是？为什么这边藏一朵菊花、啊？法海，你在哪里？我要去镇妖塔。我被困住了，活该。完全忘记镇妖塔的方向在哪里。镇妖塔在那个仙剑那边，昆仑那边。我大概知道怎么走了。哎、欸，厢房钥匙哎、欸。好爽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我打开了厢房钥匙。右边，还在走过去，好远哦！最讨厌走皇宫了。好小子，对人体曲线抱持了好奇的兴趣，好奇的态度就对了。以后跟着我，包你吃香喝辣。为什么累的在这里？九厢房。哎、欸，我刚被老皮害死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进他厢房嘞。你有钱、啊？没问题吧？我怕他被打死、欸。我没有钱啊，我挣一块钱。而且它里面还有奇怪的画、欸，好爽啊！为什么你可以进去？我要进去吗？我怕我这样被打死、欸。你带进去了，不然就被杀了。不行，我觉得怪怪的。我们都死过了，欸、你也进去一次吗？我现在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是没事。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安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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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管了，我要进去。哎、欸，银票，开玩笑，这银票不得了。哇，哎呦，是谁啊？里面还有一个，里面还有一个妙龄女子、欸，哎、啊。累了累了累了，赶快进凤花楼，我进凤花楼等你。你等一下害我死掉。快啦快啦快啦，真的不骗你啊，你进来啦。好，我去看一下，我再去一次。你会喜欢的好不好？我跟我自己相认了。鸟猫，你进来了吗？进来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来来来。嗯。我砍惨哈。怎么那么复杂呢？那我都发海了，我都发海了。我现在这地图已经其实已经复杂到我觉得，已经完全就是一个迷路的状态。我也有一点。每月任务达成。瑞伦到了没？好了，我到门口了。来来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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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我一下，等一下。原来这是每月任务啊。每月任务是。每月任务。我是说我十五个干爹的任务。从那边进去哦。对。不同意。先进去。从一楼进去，一楼进去。不懂。兔头，是我先进去，进来啦，进来，不会啦，不用怕啦，进来啦。OK， 有箱子可以开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没有东西，你有那个神兵可以吃。卡点专用剧毒，有使用窗。哎，老皮在你后面，你看你看你看看这边看这边，哪里？有没有觉得想？哦，哇，相公，相公来了，相公，相公来。奇怪、欸，还有那个，还有一个那个图案呢，你看到吗？它有密道吗？不是，它该有个，有看到，看到吗？什么图案？有个那个爱心的图案啊！有吗？有吗？好有吗？没有啊，没看到。你看后面，看后面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有人要洗澡。你要讲，跟他讲话，跟他讲话。看一下啊。有吗？他将奴家藏在厢房内，以免被人在人抓走。东西，奴家被十九大爷所捉。你干嘛占人家的茅厕啊？凤梨酥是不是？
啊，好奇怪啊！啊，我要回去圣山了，玩你。好啦，走啦，走啦，没东西啦，没东西啦。你怎么那么快？你到镇压塔啊？那里面有那个赵灵儿吗？有赵灵儿，欸、有真的假的？他连酒仙都有了，你觉得嘞？为什么我看到一个很像迷路的孩子在神宫里面走来走去？小黄，是我啊。因为我真的是在里面迷路，要皇宫已经大到你们要不要先去买一点东西啊？我带你们去买东西吧。身上没有钱怎么买啊？有啦，一开始就有15块啊。15块要花光，我现在一块钱。15块可以的啦，这边。你我们先分一半给我们吧。哎，为什么我身上会有爱心呢、啊？请参考看看。怎么会这样？很适合你。真的哦，怀忧。银票。不是啊，是 GTA 不是实体买。有没有银票啊？哪边有银票？哎、欸，我头上都会冒爱心呢。对啊，因为你很色啊。你自杀回去比较快。好，我去自杀。那、欸、你带我几个圆圈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在皇宫里面大迷路，我应该要自杀。皇城大街大钱庄，钱庄掌柜儿。哦，银票可以换钱啊！银票换十个金元宝，哇塞！我已经到了。安南，我有钱啦！我不管了，我要继续解主线了。我钱多多啊，哎、欸，钱多事少离家近啊。塔顶不改鬓毛吹，那你就一直待在那边就好了。我要回去神族了啦，布布了。你们回神族那么快？为什么？你们这些凡人，你们快就要回神族了。哎、欸，那是什么事？干嘛？我跑到一堆有怪的地方，救命啊！要死了。应该是死了吧？你们不是要去龙须森林吗？对啊，我去龙须因为我新手还没解完呢、啊。等一下，他们走好慢哦，害我有点害怕。龙须森林，他们说打僵尸有几率会掉银票哦。银票可以换轻盈羽毛。安，羽毛是不是要换羽毛、啊？可是羽毛被打死哎、欸，血量减70%哎、欸啊。买装备会不会比较好啊？你们不是要去龙须森林吗？你们都还没解到、喔，还没，是哦、喔。爱心是镜像防被摔出来才有的特效。好吧，我是哦、喔，是我刚才、啊、恭喜你、啊，我刚才是被摔过，所以我有爱心的，对不对？再两级就对。太好啦！全球，我要怎么从镇妖塔塔顶出去？死掉？哪里？你自杀就可以出去啦！不要自杀。那、no! 走啦，好啦。那我这边任务已经解完了，我现在要准备去龙须森林了。你们有谁要过去的吗？我走，我安，有人说怎么这么多跑图哦？好啦，买羽毛吧。小心跑，我的桌垫实在是9岁，实在是一直在荡。哇、哦，好快啊！我学会悟空术了，瑞典在哪里？为什么你会飞？你哪边？在哪边？我在那个啊，那个重生石这边啊。好，我等你。他们就啊，这是共同主线，可以跟老皮他们一起玩，是哦。对啊，你要先破众人众共同主线啦。可是共同主线我不知道哪边解啊。哪里啊？蓬莱岛还不能去，是哦。好不，那我现在去哪里？哪里？多买一点吧。我们先买杯啤酒。对啊，我准备要去森林喽。农林之森，来，就是我们两个而已吗？其他人都不用去哦。其他人都不要理他们了啦。我没办法、這個、我要先拿到四圣兽的祝福我才可以去。没有啊，你现在就是要跟我去拿四圣兽祝福啊。你 是哪裡？你是在那丢搞啊。哎、欸、我也要去四圣兽。好了，令人鼻酸。难。等一下我搞不清楚。好，我现在过去皇族，等我一下啦。等我一下，我也要去。哪边可以买剑啊？谁可以告诉我？没有，你先跟我走的，跟你讲去哪边买。跟我走！我在研究这边的四级啊。好啦，猫乐呢？我现在还在走路，我快走到了。好了，然后之后找机会再补主线，然后再跟你们再加你们就好了。好，对啊。你们为什么要保持一个扇形的阵型？这怎么回事？你们现在是要演哪一出电影吗？Go go go！ 这种老出发吧，凡人们。你少屁啊！你这个臭神，请参考看看。这被大家排挤的神，不要排挤我，这样我没朋友。没朋友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这个观光团的各位乘客们啊，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是这个龙须森林。
其实它叫龙鳞森林，但是我喜欢叫龙须森林。为什么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因为就是我临时想到，我就掰这样子了。够难怪我觉得这个名词我好像没听过。对啊，人家给新创的意思就对了。好啦，肉包子打狗。哎、欸，我要吃包子，我要吃包子。我打到一只狗了。有狗、哦？有啊，傻猫跟狗啊。被排挤的，你整个是被排挤的状况。对、啊，哎、欸，干嘛这样？有啥说话？兔子、欸、死！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。他就这样叫了两声就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叫龙须症、欸，是不是？你看龙须症嘛，有没有搞错？不，那我们继续接了。这是有。对嘛，龙须嘛，对不对？我要找这是有。开始各种屠杀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屠杀祭司在这边。来，拜托，难怪神会被人家排挤，因为那小动物都一直这样杀。对啊，欸、小恩哦、喔。你们刚刚有杀动物，好像只有我杀而已。令人鼻酸，因为我杀。你死！哎、欸，可以来这边钓鱼换钱。真的假的？会钓鱼哦。可是你要有钱啊。可是我没有鱼竿吗？为什么这个药你喝下去会扣血？啊，这边，王毛。这边。安安。对，我快饿死了。左近视。我要吃肉包子。左燕。哎、欸，有左近视哎、欸，左燕。他是祭司吗？左燕、啊，你好，我是左燕。你是谁？左燕就是教你如何闯入森林内。可是我就过一下了，我看不到。你们干嘛一直挤着他、啊？跟他讲话没有事发生啊。你要跟他换证啊？换证怎么换？你们有那个东西可以跟他换吗？我没有哎、欸。要找祭司吧？哦，你们要找祭司、哦、啊？我们是不同任务啦，欸、不同的任务。你们是不同任务哦。对。